来无？是是，来阿峰，这趟无收着哦，这袂堪要退兵。来，来，三百只阿百万，三百五百面啦，来一包就五个人加省加钱的省下一百落啊，阿百万一百块落，来一百落啊，一百块，三个三个，一百块落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落。 三个啊！来，这阿爸，我来要吃无一百块尔，来阿峰你帮我包一下，谢谢，感谢你哦，谢谢。来，过来要吃什么？来干贝先哦，虾球，虾球拢有重。来虾球啊，柠檬汁小腿直接做。虾球柠檬汁小腿。来，来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来，来，迄个来迄盘，迄盘下骹我要下骹一盘，下骹一盘。来，直接下过。来，什么嘛一点的？ 好啊好啊，我一步一步啊，睇下几多个啊无？来，上面一只干贝，内面一只干贝免三千，免两千，一千块；上面一只一千块。来，干贝一千块，一千块。哦，这干贝一包半公斤，拢唔是半大斤，是六百起了，六百起了，哦五百起啊吼。这等下你唔管要煎，哦唔管要烘，哦要甲煮汤拢会当。一包烘成六百，两包千二，唔免千二，一千块尔。一包佫送你一千，一包够你。 我的干贝做我家己的品牌，我敢做我家己的品牌，我若无信心，我绝对唔敢做我家己的品牌。哦，我经销，哦，你甲我买一千，一包卖下，你摕一包来，你买偌济，我收，我收伫全部钱退互你。一包够你，一千块，边个在倒只？一千块够啦，要吃无？一千块，鸡柳条。没事，哦，没事啊，没事。一千块啦，要来无？恁家人唔好买过要试食看卖四百了，你买两包当试食看卖。哎，对，你试看卖是落去啦。来。 来，吃好卖啦，嘿啊！这干贝卖偌济钱啊？四百块，来要吃无？来，谢谢。阿公，你帮我收收一下哦，谢谢你，感谢感谢。人家店的你用变我的卡通鹅啊，来，上面就是这牛柳啊，这就是牛肉一条一条一丝一丝啊，啊这上面哦，叉叉叉蒜头辣椒啊，哦，真正好食，调味拢爱调好啊，来想要吃牛柳，唔要五百四百三百，上面吃，一包就二啊，五两包就五百三百块尔。 来三百咯，三百块上面一个三百，一包够你，一包够你，一包过来，三百上面一个牛柳，三百块咯。来三百上面一个三百块咯。来三百上面一个三百，这三包卖你三百，你去餐厅吃。这三包送你无共，现在助理会好，上点够好吃，三百块咯。来，一千块两分了，那么走四百。来三百咯，来再过你啊，一包五十块，经济正歹哦，我物件正贵哦，真正无闲平，你两块钱门拢在牛肉起甲烤腰鱼，三百够要吃无？ 你讲人唔好买过，买两包当个炒货嘛，这肉真正有够嫩个，无好食人袂买两份，两包有啦要食无？两百块试试看看，两百块咯，来，来这个煎了就麻烦你些，看能够试一下先哦。来，人配配也是，讲另外加种经济个。加小生姜。来，我想看一个柠檬刺小腿，柠檬刺小腿上店个，系啊，几包？三包。三包六块无？ 是安能加做家己的品牌，吼、哦，我就是对伊的产品有信心，我才会做品牌，吼、哦，你甲看，吼、哦，伊这就是柠檬鸡翅，鸡翅啦后壁是鸡腿，你用我烧了，大个细细啊，大哥，谢谢你，吼、哦，这一包韩国鸡啊，我这全是个两包五百，卖五百，三百了，一包搁送你三百块，一包鸡啊我两包五百，三百，一包搁送你，来三百块，两要吃无？我甲你讲吼，你唔好买过，人家信任我一届。 两个拢买过，搁买三包，你着正经毋好买过，你足惊我甲你骗，你嘛你放心，哦，我绝对袂甲我自己扛放用下伊啦。我无好食，我毋敢缀伊去试卡啦。一百块你试食看嘛，一百块，来一百咯，你试食看嘛，袂甲偷食啦，吓，还无人加卖安尼买啦，迄拢老主顾，即拢老主顾啦，一百咯，一百块搁要试看卖无？鸡腿肉，来收起来，上面就即个预炸虾球，上吊的，即规只虾仔落去做的哦。 半包鱼啊，我一包钱加五百，五百加五百，我这，免前面八百，五百块卖你，你就买无啊，四百咯，四百块了，来四百上面一个四百，四百上面一个四百，四百个有要来无？这是迄个预炸虾球，规只虾仔落去，真材实料的啦。够人唔好买过要试一下两百咯，两百块。来来试试，来来上面一个美式鸡柳条。 这美式鸡柳条了哈，对，这百分之百的关包，弄起来这种比较好笑。
百分之百，因为人唔是这个老鼓，无见吼，这拢真正吼。这一包几啊？我两包五百，卖五百，三百了。多少钱啊？一包够送你，一包够你啊，三百块咯。多少钱啊？你两个做伙啦。我做伙，我打了，我不去两千啦。来，三百敢看袂出来？三百敢，两百只，三百块。我自己材料。拢有啊吗？够人要买两包百五、七只看卖。 啊，收起来，这无看伊买来上拢还袂记啊，你点头哦。我冰箱冰袂落啦。无啦，我知啊，是讲伊讲，来，啊个人买来啥物？葱抓饼拢抽了了，啊盐酒鸡啥物也去个，铁路排骨嘛去个。啊，所以无去排啊，要变啊。盐酒鸡啥物只两包了，好不好？多少？一包四十二啊，两包五啊，二两包了。来，两包够要食盐酒鸡无？台式盐酥鸡。 做只咧，阿玲姐，哎，铁路排骨要食两包了，我无两百块。多少？来两百块咯。这铁路排骨这种真正的啊，一块两百，两块三块四块，五块啦，这两块够哩。铁路排骨佫开一箱起来才无够。来，要食啥个？点啊，该点啊。爱食啥物件拢有毛肚啥，要食个点啊，啥物啊？我只只咯。来，两百个要下来无？ 还是要食毛肚，敢有要食毛肚？毛肚要食呀！啊，阿叔，来煮个毛肚去。啊，靠，要七块对个，那个重点嘛。来毛肚上面食一包咯，来一百块上面食毛豆一百块咯，一包。来这毛肚，这不是好食，这是世界好食啊，真正，无来一串。一包两包三包，一百呢。一包够要食毛豆的无？毛肚一百块而已。 两块钱，一百块咯，一百块，一百咯，很少李记博，很少李记博，我无抓到，美女拍摄，一百块要来无？一百块俩，真多好吃哦！感谢啊！来个，你们食啥？也是啊，休息，阿旺起来。 阿旺给第一上，你阿上下个款啦。阿旺一百个要下来无？这真正做好食嘞，我阿旺做菜做饭，搁做生意嘞，有啊吼。来，过来要食啥？四块钱个。来，包包给个。来，啊，这恁听我讲哦，这是我哦用真侪心思去做出来一支产品哦，不敢说外面买不到。 啊，很少可以买得到，安尼讲啊，还有卖，我卖讲想买啊，吼，来，这包是鸡块，我家己公司叫人制作的，啊，我安怎做，我叫伊做80%含肉率，80%鸡块，80%含肉率是种惊死人啊，吼，啊，当然成本一定较贵，啊，啥物安尼做，因为我要从这个物件哦，卖互恁，恁搁当来找我，这是上重要的，吼，俗搁好食，互恁真材实料，80%的鸡块你来听好啊，吼，来，这一包计算机啊，五两包五百。 我无买袂你五百啦吼，嘛无买袂你四百。这两包拄啊一斤啦，两包拄啊一斤的七块。吼，啊恁若信任我这个头家会搞，你甲买一份汤去食看。我无买叫你买足济，我买互恁买两包尔。吼，啊恁帮我鉴定看，我叫工程制作出来物件，安尼有信任无？恁帮我鉴定一下，好无？真两三四五六八人去搞买，两包总计毋免三百五百，一百五十块落啊，来百五落，含肉率八十趴，百五块落一百。小姐啊，来百五落，你相信我一下哦，百五块落啊，含肉率八十趴，食看我含外口有啥物无共，你食了你就知啊。来两个啊，物件拢免骗，食了你就知怎样啊。吼，八十趴钱啊，八十趴你食了你就知啊。哦，百五落。来第二只干啥哦？食好啦，好无？真正，莫搁食一二十趴、三十趴啊。来
这是用几包？二十几啊。啊，啊，人家讲要摊包呢，摊包干要到底？啊，是啊。啊，啊，包肉讲晚上要吃。来五个人加三百五百，免这内底有包卤包，一百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啥物事啊？包肉讲完了，开一百了，一百块。包肉讲完，这内底有卤包，足香的啊，猪汤、米花、各青菜啊，开一百了。我跟你们还没开。来，谢谢，收起来，五分包的。来，汤包先来，汤包到哪久？啊。
来，汤包要吃300-500，免150嘞，150啊，拢无啊，啊，不要紧啊，你也无啊，你也无啊，你也不要紧嘞，最后一包150无啊，一包拢一箱尔，到尾啊150无啊，系啊，你用吹啊，袂大，我随个袂，大家，装备无，芋头丸吧，哦，有啊，阿峰，咱家讲要芋头丸咯，哦，啊。来，这咱的芋头丸好吃吧？好吃啊！哎呀，这个我卖好几年了啦，我真正没有够侪年啊吼。这袂侪冬啊，5年以上啊，哦，我唔敢讲外久，5年以上啊，一支啊。啊，我讲一支啊，当初来的时候我讲完听，伊讲啊，头诶，你是要卖好信用较好食，是要卖较俗？我甲伊讲，我当然嘛要卖信用，有信用才入去啦，这有包夹肉龙啊。好啊，你等下甲真正正的酥酥糯糯、胖胖，真正赞啦！这外口只要一包150啦，150加百块啊，对。卖300-500，先加钱先赢100啦，100块啦，100块。两个啊，三个啊。这个考虑嘛，免考虑，要200，要200，要200一包。两个。来，上面吃这个，上面吃这个鸡腿贡，300-500变200了啊，鸡腿卷，一条200，两条200，三条200，四条200，五条哩，六条哩。